以前的。自蜀山创立以来，即保护人界生灵，降妖伏魔为己任。我想让那些被邪剑仙所杀的人不能够活过来。可是，许愿者必须愿意付出等同的代价，才可以。就用我的生命去交换。南诏国现在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作为女娲之后，我有权利负上我的责任，要用上天赐给我的力量去拯救我的人民。今日我就见你不行，我答应你。现在的谁挡我谈恋爱，我就要拉三界陪葬。